大家好，这两天聊的话题都和中国的政治有关，因为今年对于共产党来说是有蛮多变化的一年，而且对中国的前途也比较重要。而且到三月份就是两会召开在即了嘛，就是一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协两会，那中国大陆它会渐渐进入一个政治旺季。中共一年大规模的政治聚会有三次，一次是公开的，一次是半公开的，还有一次是完全不公开的。公开的就是春天的人大政协两会，半公开的是秋天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或者是中央全会。之所以说它是半公开呢，是因为除了这个会议程序是公开的之外，会议上要表决的重要事项和要进行的重要人事任免，其实在会前就桌下交易，就黑箱操作已经搞定了。至于说完全不公开的那次会议，就是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中共的政治生态的特点是，这个会议如果公开性越高，透明度越高，那么它的重要性就越低，表演性就越强。所以说起来呢，春天的这个两会是最不重要的。虽然说它不重要，但它毕竟是今年政治旺季的一个开盘仪式。我们说这个两会是公开的，实际上两会上要讨论的内容绝大部分也是在事前就圈定了，它也并不是真正公开的，只是说它相比起那两次会议来讲公开度高一点罢了。但是在这个会上和会后还是不可避免的会透露出一些信号，预示着今年全年的政治局势的脉络，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说。今年的2月24号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了第26次会议，也就是说在3月份全国人大代表都聚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之前，人大常委会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一连串的人事任免，国务院的部委里面有三个部一起换了头头，分别是何立峰取代徐绍史成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军接替吴爱英成为新的司法部长，钟山接替高虎城成为商务部长。那么在这三个新任部长里面呢，我想强调的是新任司法部长张军，因为这个司法部长啊，这回不是从公检法系统里面直接挑人来担任的，而是从中纪委调来的。当然张军以前是干过法院，而且还当过最高法院院长，但是从2012年11月份起他就是中纪委的副书记了。这次他是作为纪检系统的高官，直接接管了国务院下属的司法部。如果说这一个迹象还不够引人重视的话，还有另外几个例子。去年11月份国务院有四个部也是一起换了头头，分别是财政部、国安部、民政部和监察部。在这四个部长里面呢，我们先说国安部，因为国安部是个关键的刀把子部门，它是属于专政系统的一部分，它是搞情报的。而且这次国安部长换人也不是从政法系统里面挑人来接手的，而是中纪委空降的。现任的这个国安部部长陈文清早年他是在国安在检察系统里面都干过，但是从2006年起他就进了纪委，是福建省纪委书记，也是王岐山接手中纪委以后他成为了中纪委的副书记。2015年的时候他先是空降到国安部去担任国安部的党委书记，2016年就干脆党政一肩挑把部长的职务也接过来了。民政部部长黄树贤那也不用说了，他一直就是纪委系统的人，从2007年开始就是中纪委的副书记，这次也是从这个中纪委出去接了国务院的民政部的班。监察部那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监察部和中纪委已经合署办公了，基本上就是一套人马。现在这个监察部部长杨小渡他又是中纪委书记，实际上他是以中纪委常委和中纪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了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局长。说到这儿呢，我想大家应该看得很明白了，在国务院新换的这七个部长里面，中纪委直接出来的人就占了四个，纪委系统过去是冷灶，现在是中纪委的人出来直接接管了政府内阁，成为了政府内阁部长。那也许你会说，不过就是四个部长嘛，好像人数也不是很多，并不是很牛嘛。但是你要知道，国务院就是由25个部委
组成的，就是它的组成部门是25个，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它只能够由具备相关经验的技术官僚来担任。你比方说人民银行、审计署、商务部、财政部、发改委啊，这必须得是经济干部，就是说你没有在经济行业里面锻炼过的履历，你是很难干得了这一行的啊。你再比如说外交部，你如果完全没有外交经验，也不太干得了外交部部长。还有国防部，当然在西方国家，国防部长一般是文职官员，但是在中国大陆呢，他必须得是军人，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军人，你也干不了国防部长。国务院的部委里面还有一些属于冷灶，就是他对于权力博弈来讲啊，意义不是很大，没有太大的争夺意义，比如环保部、水利部、文化部、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啊，这些是属于冷灶。所以你要这么算下来，七扣八扣，中纪委出来的干部一口气接管了4个政府部门，应该不算少了吧？而且这还仅仅是开了个头。再看2月24号任命的地方领导，接替上海市市长的那位英勇，他既是浙江省出身的干部，同时也是纪委系统的老人儿。英勇从2003年到2006年担任过浙江省的纪委副书记。习近平是2002年到2007年主政浙江省，那是他第一次担任省的一把手。那个时候的英勇是他的直接下属。虽然从这个王岐山接替中纪委以后呢，这个英勇他其实已经不在纪委系统里边了，但是他和习近平和纪委有双重的交集，他具有这样的背景。刚刚下去的那个上海市市长杨雄呢，他做过江绵恒创办的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就是说杨雄他和江泽民家族的渊源是很深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再多说一句，就是上海官场啊，它确确实实是江泽民多年经营的地盘。几年前不是发生过这么一个事儿吗？就是上海市的小学语文教材里面删掉了一些古代诗词，这事还引起了比较多的争论。我就去简单查了一下上海市教育局那些主要领导的履历，发现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履历上都有什么参与编写江泽民文选这一类的所谓成果。可见在上海官场啊，你想升官都得往江泽民这棵树上靠，你不给他抬轿，不给他吹喇叭，很难提拔得上来。那么现在是一个有纪检背景的人接替了上海市市长的职务，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说纪委系统啊，是目前中共体制内正在迅速崛起的一派力量。我们以前讲上海帮，讲团派，那么今后可能又会有一个新名词叫做纪检派。不仅现在的领导人通过设立国家监察委想在制度上给纪委扩权，而且在具体的人事安排上，有纪委背景的人也体现出了接管其他权力系统的这种趋势。还有一个现象比较值得关注，就是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广东省前省长朱晓丹和上海市前市长杨雄2月底这几个人一起去人大党打酱油去了。黄奇帆呢，曾经被认为是现在体制内比较有经济才干的一个人，因为重庆市的经济增长连续几年在全国的省和直辖市里面名列前茅，而且重庆的房价增长也比较温和，看起来呢，市民也是从这个经济增长里受益了。所以有人觉得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整体经济环境不景气啊，经济增长进入下行通道，习近平还是要用这个有经济才干的人吧，所以他可能不得已还是得用黄奇帆，结果就真的还没用。去年呢，就不断有传闻说黄奇帆啊，这个辞去重庆市长职务以后会上调北京，会进国务院当国务院秘书长去辅佐李克强，结果他现在去了人大财经委员会当一个副主任委员，坐了冷板凳。还有一个普遍被认为有经济才干的干部，就是副总理汪洋。那现在汪洋呢，也是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位置，他在19大上成为中共常委的这个机会看起来比较渺茫。但是话说回来，在现在这个环境下，你毕竟还是需要有具备经济才干的人呢，要有会搞经济的人呢。那习近平可以倚重的是谁呢？好，说到这儿大家别忘了，王岐山本人就是金融干部出身，
他做过主管金融和外贸的副总理，而且还参与过中美战略对话和贸易谈判，他还有外交经验。在中共十九大以后，那我的推测是王岐山的影响力恐怕还会进一步扩大，他的影响力会覆盖监察、纪检、国务院甚至人大。因为王岐山一个可能的去向就是十九大以后接替张德江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通过人大任命国家监察委的方式把监察系统仍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或者他自己干脆就兼任了国家监察委的负责人。当然说王岐山影响经济，王岐山直接接管国务院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是不排除他会加入某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去对经济政策发挥影响，比如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现在的迹象是习近平能够倚重的就只有王岐山，这种联盟不太可能被削弱。纪委作为体制内崛起的一派力量，而且纪委系统的人今后会占据别的权力系统的要经，看起来是接下来权力格局发展的一个方向了。谢谢大家，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